而佢话同哥哥嘅感情其实系喺麻雀台上建立噶。咁咧，譬如话你同阿 Leslie 咧，嗱，你同阿张国荣好好朋友噶啦，两条友成日打，唔系你两个人成日打麻雀噶，通宵麻雀噶啦。唔系两个，四个，唔系即系成日约埋一齐打。嗰时最中意玩嘅嗰段时间系嘛？其實不是打麻雀的，因為我那班朋友成有20多人你都認識的，你都出現過。那我們呢就吃飯啊，生日啊，就我們吃飯都吃飯就說，你打不打麻雀啊？那你做得又不要講人是非，我們又不去喝酒，我們又不去跳舞，那整班人講一下心事，那講得多是會錯的，那就打了很多心事講的，那很多東西碰了，喂，打吧你，即變了，其實就是一隻咁跟住食飯就大家傾下偈，咁其實就維繫咗好長嘅友誼。喺一個咁長同阿張國榮長遠交往嘅時間裏邊咧，你可以講係喺佢旁邊係睇到佢嗰種變化，即係包括係嗰情緒上，即係譬如話而家你又讀佛學，又對人生或者係人有一個好比較深入嘅了解，點解你點樣去？可唔可以去解釋下你佢嘅？好簡單，佢病，病咯，病可以醫嘛？情緒唔係，即係有時有個人行到個情緒行到一點嘅時候，自己唔知噶嘛。旁邊有冇諗住企圖去幫佢？有，但係你唔識啊。唔識，你即想個心想，但係做唔到。因為呢樣嘢唔係話，即係其實好多而家其實唔係就係佢嘅 case 啦。咁而家好多人都有整，依家香港或者好多人壓力咁大，即係我話唔好聽，而家坐埋台咧，你望一望都好驚。你話你哋有邊個有？好簡單，你有邊個有情緒病啊？其實好大部分啲人就都市嘅情緒病嘅，但唔夠得，冇人咁認㗎。咁你想幫佢點幫啫？咁我睇醫生咯，因為點解咧？譬如你心臟病，我點幫你啫？我幫你唔到，咪叫你睇醫生咯，咁咪睇醫生咯。但係有很多東西就是他過不了的時候，因為他有些難題的時候，其實要很多的耐性啦，還有抑鬱症呢就一定是不是整班朋友去幫的，其實我覺得是應該身邊的某一兩個人是他最親的人去幫他。好像前幾天你都還有跟他打麻將的？前一天都有啊，就是前一晚。前一晚我跟他打麻將，當時沒事。不是，你知道他有事，即是不覺得他會做那樣。我知道他有病，很重的病，知道。那怎麼辦？知道，但你整班人都約了他，就還害怕，是不是？因為一個人有病的時候，他就是已經要，即是他知道他自己，其實他知道，我們都知道他的病，那怎麼辦？知道，但我們不可以日日這個又帶他看醫生，那個帶他看醫生嘛，因為不是我們不負責任，是有些情況我們要很小心去處理，真的要交給醫生。那時候譬如說你前一晚還跟他打麻雀，那第二天就聽到他那個不幸的消息，是的，那你當時是不用那麼快吧？即是你當時第一個想法，其實有害怕的，即是有擔心的，真的有擔心。不過即係當然冇人想，即係冇人想發生啦。咁但係佢已經發生咗。我哋而家咪即係，其實我都冇諗噶啦。你而家睇翻我，即係諗下，即係當時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咧？我哋要做嘅咪陪佢打麻雀咯，同埋去幫佢開解佢咯。咁但係佢需要嘅係醫生，或者係佢需要嘅係一啲佢自己。即係有啲方式去幫佢，咁呢個我唔敢講啊，因為點解咧？關心一定要嘅，即係而家其實好多朋友可能識到好多朋友都會遇到好多情緒病或者抑鬱症，咁關心係要嘅，但係關心一嚟咧係有一個要揾一個正確嘅方法去處理，唔好以為三言兩語你冇咩啦，你冇咩唔係你開心咪一日啦，唔開心一日，即係最多係講呢啲唔得，呢啲只係一啲好片面嘅。言辭間去勉勵佢，但唔係去治療佢嘅方法。近年陳潔玲除咗唱歌，